秦城兴业股份有限公司。秦城成立于1983年，以系统的角度开发伺服器机壳，专注深耕三大服务模式，以机电整合为后盾，为客户提供伺服器机壳解决方案。秦城持续发展前瞻研发技术，建立模具中心，强化模具开发及技术发展，以晶石拉动生产，打造低成本智能制造中心。秦城深耕专业，布局全球，持续扩大营运版图及市占率，成为全球云端产业机电解决方案的领导品牌，秉持秦璞金城的企业文化，打造多元、平等、共融的友善职场，推动环境永续与社会关怀。秦城追求企业永续成长，以连结共好的信念，发挥企业永续影响力。非常荣幸得到卓越中间企业奖，这也是对秦城40周年来最大的一个肯定。我们从一个小贸易商，到一个研发，到制造，后来再回台设厂，历经最艰难的 COVID-19， 但是感谢所有的神队友，我们的所有高管，那我们希望发挥我们连结共好的精神，持续的带动产业的进步，让所有的台湾产业立足台湾，放眼全球，能做到领导品牌。非常感谢中间企业奖的肯定。那秦城一直深耕于这个 AI 啊、云端伺服器，并且利用我们的三大模组服务模式去瞄准市场的商机，并且我们有自有的品牌来行销全球，成为伺服器机箱产业的龙头。除此之外，我们非常重视环境永续、低碳转型，并且非常专注在推动人才培育，所以 EPS 加上 ESG 才是秦城永续经营的成功关键。大家一起连结共好，一起打国际杯。